他们的人生曾经名噪一时，甚至有辉煌的过去，但当外敌入侵、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们却变节投敌、卖国求荣，通谋敌国的汉奸们如何助长侵略者的气焰？他们的行径给国家民族带来怎样的灾难？剖析汪伪汉,汉奸集团投敌叛国的真实原因。 揭秘、抓捕、审判汉奸内幕，以及汉奸们的人生末路。审判大汉奸即将播出，敬请关注。他行伍出身，曾是北洋军阀，担任过江苏督军、苏皖赣巡阅使。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变节投敌，沦为汉奸。 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官至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为配合日军以战养战策略，他如何将五万亩良田低价卖给日本，建设军粮基地高黎圈？著名军阀吴佩孚惨遭谋杀，他为什么被指责为杀害吴佩孚的帮凶？最终他又为何成了华北汉奸集团中第一个被枪毙的大汉奸？ 民国史专家王晓华将为您讲述审判军事大汉奸齐泻元，上集，投日卖地，做帮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今天呢，我为大家讲。 审判华北地区军事巨奸祁谢元及其下场。抗战胜利后呢，军统北平区的区长马汉三，以老板戴笠的名义请客，在北平的北平马司一号，大汉奸汪世鼎家里呢设了一个鸿门宴，诱捕了华北地区呢一批特任级的汉奸，其中呢。 就有伪华北治安总署的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祁谢元。一九四六年呢，五月二十六日，由国民政府司法部下令，将这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一个是王英泰，经济总署督办呢汪时景，治安总署督办祁谢元，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 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委员长尹汝耕等十四名大汉奸，由军统局区长啊，就是马汉三亲自押解，押赴南京。我们知道汪伪集团第一个被枪毙的是缪斌，在华北方面呢，第一个被枪毙的就是这个齐协元。这个齐协元呢，是个什么人？他是怎样做汉奸的？ 又干下了哪些呢？祸国殃民的事儿呢？我们来扒一扒祁锡元的发迹史。祁锡元呢，一八八四年生于直隶，就是今天的河北，叫宁河县。从小啊，刻苦读书，是个学霸型的人物。他十年寒窗啊，自以为啊，考个秀才、考个举人，甚至啊，考进士都没有问题。 没想到呢，他到县里参加考秀才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了。清代有这么一个规定：，凡是昌优立造的子孙，三代人是不能报考的。昌优嘛，就是昌妓那一类的人物；，立造呢，就是衙门当中啊，干过差役的这种人就属于立造。祁人他的父亲呢？ 就在衙门里干过差役，所以他的报考资格呢就遭到了乡人的这个谴责、爆料。幸亏他的老师呢，这个人的气场还是比较大，经过多方面的疏通啊，最后呢压服了其他的考生，齐学元呢才得以呢蒙混进入考场考试。发榜之后啊，果然考上了秀才，但是没想到呢，两年之后，就是一九零五年呢。 清政府宣布终止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这样呢，也就终止了贫寒子弟啊走仕途的这个念想了。在这个时候，齐学元就弃文投武，报考了呢北洋速成学堂，就是保定军校的前身。啊，一九零九年呢，齐学元毕业了，被分配在北洋的第六镇做见习的排长。 很快就升为了管带，就是营长。之后呢，又被选拔上陆军大学。当时的陆大呢，是国内最高的军事学府。他毕业以后，历任过第六师的参谋长，江苏督军的参谋长。在这个江苏督军被杀了以后呢，继任了江苏督军，兼苏皖赣三省的巡阅使，就类似于呢。 清朝的总督这一级了。一九二五年呢，这个奉军张学良和张宗昌从津浦县南下进攻江苏，齐学元呢抵抗不住，兵败下野，后来就在天津的英租界、啊、做了寓公。一九三零年五月份呢，他参加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出任呢江北招抚使，他讨伐蒋介石。 到这一年的十月份呢，这个反蒋军啊被蒋介石打垮了。阎锡山呢、啊、冯玉祥这些人都宣布下野了，齐协元呢就遭到蒋介石的通缉，他就躲在天津的英租界里就不敢出来了。一九三一年呢，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并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一九三三年呢，长城抗战呢，中国军队失利了，于是呢。 和日本方面呢，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呢日本占有东北三省，以及包括热河，并划呢绥东、察北、冀东这个地方呢为日本自由出入的地区。一九三五年五月呢，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大使馆的武官高桥，他们呢指责中国方面呢就挑起了河北事件。 威胁呢，要进行自由行动。这个河北事件怎么回事呢？就是塘沽协定啊规定，这个长城两边呢，各有三十多里啊，划为这个非武装区。有一支抗日的部队呢，进入到这个河北的中化县，他得到了当地县政府的接济，所以日本就抓住这件事儿，说中国破坏了塘沽协定。当时呢，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的委员长呢是何应钦。 他和那日方梅津美治郎经过谈判以后，就签订了和梅协定。中央军呢，撤出了华北，北平这个军分会啊也撤销，国民党河北的党部，还有蓝衣社，统统撤出华北地区，取消呢在华北地区的抗日活动。中央军呢，撤出了北平。当时呢。 北平最高的军事机构啊，就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当然，在日本的要求下，这个机构撤走了。这种情况下，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就从察哈尔，就是张家口地区啊，进驻到北平。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叫做稽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呢，就做了稽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就在这个时候。 齐协元就进了稽查政务委员会，当上了政务委员，总算呢又混进了政界。因为齐协元呢长期和日本人打交道，他的儿子呢齐红迈啊，又是日文翻译，在二十九军当中呢，他当了一个参谋。当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呢，经常在这个丰台这一带啊，和日本驻屯军双方发生摩擦，这个时候呢。 就齐家父子呢，就成了和日本谈判调停的这么一个关键人物。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齐谢元看到北平、天津很快沦陷，他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信奉抗战没有出路，这个落魄军阀一经日本人拉拢收买，立即变节投敌。 那么，在华北伪政权组建前后，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为配合日军以战养战策略，他如何将五万亩良田低价卖给日本，建设侵华日军军粮基地高黎圈的？民国史专家王晓华将继续为您讲述：审判军事大汉奸齐燮元，上级投日卖地，做帮凶。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就在这一年的下旬，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了。日本呢，华北方面军认为呢，应该筹建一个伪政权，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十二月七号，华北方面军呢，他的特务机关长叫喜多诚一，他决定呢，以王克敏为中心，把当时呢，已经网络到手的。 王克敏、王义堂、朱身、祁谢元等人呢，这一班汉奸呢，召集到一起，在北京饭店呢，成立了一个政府筹备处。对这个新成立的政权呢，是各项事务啊，进行了具体的筹备。十二月十三号，松井石根呢，指挥华中方面军，攻占了南京。日本方面看来呢，就是中国的首都南京。 已经沦陷了，所以呢，成立的这个新政权呢，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日本方面呢，就立即命令王克敏等人，在第二天，就是十二月十四号这一天，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当天上午呢，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就举行了伪政府成立仪式。当时呢，由于没有物色到一流人物。 总统啊就没有合适的人选，只好呢把这个总统的位置空缺下来。这个政权的主体呢叫做行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下面呢又设置了行政、治安、文教、司法、政纪五个部。王克敏呢任行政委员会的委员长兼行政部的部长。王一堂呢任了政纪部的部长，朱深呢任了司法部的部长。 在一群文奸当中，只有祁县元是个行伍出身，他号称呢自己是懂军事的第一人，因此呢出任了伪治安部的部长。在此期间，祁县元率先带头，将宁河这个镇呢这个西关这个地方附近呢，有十八个佃户村，五万多亩土地，低价卖给了日方，让日方建立了高丽圈。 这个高丽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顾名思义，高丽就是朝鲜，就是朝鲜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定居，老百姓呢就称之为高丽圈。这个高丽圈是干嘛用的呢？它就是专门建立起来啊，生产水稻的军谷农场，专门呢供应日军食用的军粮。日方呢？ 利用朝鲜种植水稻的这些经验，安置了四千三百名的朝鲜人，建有二十三个高丽屯。日本标榜呢，这叫以战养战，这是模范农村，所以当地老百姓呢就称这些地方呢叫高丽圈。这个高丽圈呢，正是日本侵华需要的产物。根据呢中日经济提携的规定，要是华北永远保持亲日的态度。 日本需要的战争资源呢，都要在华北地区呢来进行开发。一九三七年呢，华北沦陷以后，为华北临时政府呢就随即成立了。为了配合日军的以战养战，就需要建立呢这个军粮的这些基地。祁县元呢就把这些土地啊出卖给日军，建立高丽圈，就是帮助日本呢完成所谓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 由于呢，祁县县开了个坏头，紧接着呢，在一九三八年，日军呢相继就在这个宁河附近呢圈占了很多农场，占地呢大概有五万多。这些这个农场啊生产的稻米，全部运到宁河县的芦台镇，由日军设立的军股统治公司统收统治，然后呢再运往日军在华北的各个部队。 但是呢，齐学园对日本来说最大的功劳，并不在于此。齐学园呢，出任伪中华民国政府的治安部部长以后呢，就表示要整顿北平、天津、青岛这三个市，以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个省这个警察和保安队，以确保啊日战区的治安。齐学园提出六个字。 就是兴学、建军、剿共这六字方针。齐学元先后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伪军军事交易机构，这就是兴学。齐学元呢，为适应日本对华北的治安的要求，利用多种形式呢来办学、训练伪军，可谓啊用心良苦。有一次呢，他在这个伪军的个教导团呢。 举行这个联合的毕业典礼这个仪式上，当时日本呢，就是华北派遣军的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到场，齐现元呢就当着冈村宁次的面在讲话当中说，中国的军队的历史上呢从来没有这次建军呢准备的这样完善，应该呢感谢我们的日本朋友。 祁谢元带头建设侵华日军军粮基地，资助日本侵华，积极培养伪军，替日本人管理维护占领区，便于日军集中精力和兵力攻打侵占中国。除此之外，他还干了哪些祸国殃民的事情？著名军阀吴佩孚惨遭谋杀，祁谢元为什么被指责为杀害吴佩孚的帮凶？ 民国史专家王晓华将继续为您讲述审判军事大汉奸齐谢元上级投日卖地，做帮凶。一九三八年夏天呢，日本的土肥原机关呢，拟定了一个南唐北吴的计划，就是他们要拉出第一流人物嘛，在上海要拉出谁呢？就是做过北洋国务总理的唐绍仪。 在北方呢，就拉出北洋上将吴佩孚，这样呢，一南一北，一个掌政，一个掌军，共同建立全国性的伪政权。秉承日本遗址的齐燮元呢，就多次登门劝说他在北洋时期的老上司吴佩孚出来为日本人做事，均遭到吴佩孚的拒绝。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号，吴佩孚呢。 因为牙病，死于北京。关于吴佩孚之死呢，流传有种种的说法，但是吴佩孚的孙子认为，这是日本间谍所谋杀的，祁县元就是帮凶。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吴佩孚的孙子啊撰文就是这样说的，说日本呢侵略者想利用吴佩孚和蒋介石之间他们的长期的这个夙愿。 企图呢来敦劝吴佩孚出山当傀儡。吴佩孚呢在北洋，他的军队啊就是被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垮的，所以这两个人是有矛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时间呢，在吴宅门前呢就是车水马龙，军警林立，日本的特务首脑及形形色色的汉奸呢，这些说客、啊、是络绎不绝。在这种情况下呢，吴佩孚始终不肯出来。 在日本人面前呢屈膝就范，吴佩孚啊大骂上门来游说他的祁学源，说你将来会死无葬身之地的。而且呢他还骂王精卫，这个著名的汉奸是无耻下贱。面对日本人的威胁和利诱，吴佩孚呢敢于和日本特务头子拍桌子摔茶碗，他提出了日本呢不可能接受的出山条件，他什么条件呢？ 就是你日军全部给我撤出中国，包括东北三省。我要确保我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实权和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能出山。吴佩孚也知道啊，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答应他的条件，因此呢，他就谆谆地教诲他的儿子，说不准当汉奸。这个日本机关呢，也意识到吴佩孚啊，把他拉出来充当傀儡的这个计划。 是行不通的，于是呢，密谋先杀害这个吴佩孚，就是定了这么一个方案。当时呢，已经是冬季了，有一天呢，这个吴家呢上街买菜，割肉准备包饺子吃。吴佩孚呢，就在吃饭的当中啊，被饺子馅里边的一块小骨头渣啊，就卡到牙齿里了。很快呢，牙龈就肿起来了，最后呢，影响到他他吃饭和说话。 吴佩孚呢，就请北京呢德国医生到家中来进行诊治，诊断的结果呢，就是说需要把你这个坏牙整个把它拔掉。但是呢，这个德国医生说呢，家里不具备拔牙的这个卫生条件，必须住院进行手术。但是呢，当时的德国医院都在租界当中，违反了吴佩孚的底线。 吴佩孚呢？什么底线呢？他号称是三不将军，第一个，他不爱钱；第二个，他不进租界；第三个，不纳妾。所以呢，他就拒绝了进租界当中的德国医院来治疗。这个时候，日本就特务机关呢得到消息以后，就强行指派日本的医生到吴家给他拔牙。 结果呢，导致了严重的感染，这个、腮部肿胀，继而呢，高烧昏迷了。那么这个吴佩孚的死呢，究竟和日本人和齐学源有没有关系呢？据当时在场的吴佩孚的孙子说，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四号，就日本的特务机关的头子、啊，叫川本，和这个大汉奸齐学源两个。 带着日本的医生到吴家来强行进行治疗。这个时候呢，家属想阻拦呢，阻拦不得，都被赶到外边。齐学元说：“吴大帅是国家的人，他的所有的事情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是无权过问的。”所以当时呢，是由吴佩孚的儿子扶住他的头部，包括吴夫人也在侧，川本呢，齐学元在旁边监督。 这个日本的医生呢，就用手术刀，在他浮肿的右腮下面的气管和静脉的这个当中啊，就一刀下去，顿时呢，血流如注。当时就有人喊了一句，说赶快打强心针。这个日本医生呢，在这个医药包里啊，左找右找找了一番，说我没有带强心针。旋即呢，他又跳到吴佩孚的床上进行抢救。 所谓的进行这个人工呼吸，强按他的胸腔和心脏。经过这一番的折腾以后啊，加速了吴佩孚的死亡。很快，吴佩孚就气绝身亡了。这个时候啊，吴夫人呢从屋里出来，痛哭失声啊，告诉守在门外的子孙们说：“天塌了。”噩耗呢，一经传出，楼上楼下。 院内院外一片大乱呐，哭声震天。这个吴夫人呢，当场就昏倒了。吴佩孚的随从啊，当时就拔出手枪要打死这个日本这个医生。这个日本医生呢，在众多的伪警察这些掩护下，就仓皇而逃。所以当时这个情况呢，给吴佩孚的孙子啊，他们的印象十分深刻。他说啊，虽然这个祁县元。 没有直接对吴佩孚下手，但起码他是日本人的帮凶。所以吴佩孚这么骤然辞世以后啊，举世震惊，一时呢他的死因成为街头巷议的一个话题。为了混淆视听呢，日本方面呢控制了北京的媒体，多方散布谣言，企图呢掩盖事实。 但时隔不久，合众社、路透社、中央社就做出了相关的报道，使真相啊大白于天下。比如中央社香港分社十二月十七号就指出了吴佩孚将军之死，经各方面调查，得悉无非因病致死，确系经威胁利诱。 迫其发表新政权宣言，经无拒绝，趁无牙疾，就医致死。重庆的中央政府对吴佩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蒋介石呢还亲自发表了唁电。几天以后呢，国民政府和国防委员会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平生的事迹呢。 存被宣付国史馆，共产党人呢，对这个吴佩孚也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就是董必武啊，在一九三九年的二月这样说，说吴佩孚呢，他虽然是一个旧军阀，但是他有两点呢和其他军阀呢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啊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就是关羽和岳飞。 他在失败的时候呢，也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呢，吴佩孚做官呢，这几十年统治过几个省的地盘，带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思绪。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啊，腰缠千万，总算难能可贵。吴佩孚之死呢？ 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当时他的儿孙是在场的，应该说他们提供的材料是可信的。齐学元呢，在充当军事汉奸、做日本走狗的期间呢，还做了哪些祸国殃民的事呢？他培养了大批的伪军，对抗战造成了怎么样的损失呢？他是如何被抓捕的呢？ 成为华北地区第一个被枪毙的大汉奸呢？这些问题啊，咱们明天接着说。感谢收看，再见。 军事汉奸齐燮元是如何配合日军大扫荡、残酷镇压抗日军民的？以李运昌为代表的八路军抗日力量如何与齐燮元等日伪势力斗争？日本投降后，齐燮元他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下期节目中，民国史专家王小华将为您讲述审判军事大汉奸齐燮元。下集，内斗出局，难逃一死。